很饿，我们今天晚餐就叫外卖吧。只会从一些本地店家里面挑选。我是可恩，那今天呢就是 MCO 期间的傍晚5:30，然后刚刚我妈妈跟我说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她说她今天煮到不懂要煮什么，所以决定不煮罢工。那晚餐要吃什么？很饿，很饿。经过我和全家人的讨论之后呢，我们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今天晚餐就叫外卖吧，耶！其实叫外卖也不是什么特别值得庆祝的事情，但是在我家就是很少有很稀少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妈咪非常坚持自己在家煮，但是想到今天她又不想煮的话，就让她休息一下，我们叫外卖吧。哎、欸，还没有叫好，你被复活很久了哦。这样多东西看，慢慢看的嘛。我们按进去这个 GrabFood app 的时候，就看到里面的下面有一个 category 叫做 Support Local Heroes， 在这边。对，当你点进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一些本地的餐厅啊、cafe 啊，甚至是妈妈档，很多很多东西吃。啊，因为 MCO 的期间呢，很多店家就没有办法营业，大家手停口停，有一些本地的餐饮业者有可能会撑不下去，严重的话就会倒。所以今天我们决定以身作则，今天的晚餐外卖呢，只会从一些本地店家里面挑选，支持本地产业，支持。讲是泰国餐呢 ，Pad Thai， 哎呦，有这个猪脚饭呢。然后我们刚刚发现哦，就是有一间餐厅是很特别的，叫做 Death in Business， 是聋哑人士开的。我们是无意间发现，因为我们这个影片呢，就是为了支持一些本地的产业嘛，所以这间店呢，我们就一定会去支持的。所以我们就从这里order，现在都是西餐类的，有 Aloha Chicken， 然后有 Fish Fillet， 有Chicken Chop。Tortilla wrap， 我想吃 Tortilla wrap。蘑菇汤，蘑菇汤。现在时间是6:00，我们就等看他们几点到啦。忘记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哦，在这段期间呢，就是巴沙期间哦，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要早一点 order， 因为我们早一点 order， 然后那种 grab driver 就可以早一点回家吃饭啦。OK， 记得早一点 order 啊，不要推太迟啊。我在门口已经掉了一个钩子，等下司机到了就直接把食物掉上门就可以了。到了到了，去拿晚餐。晚餐没有碰到，安全。耶，食物全部到齐啦！然后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给大家看，我们到底 order 了什么东西。几汤？没有味啊，桌子不够味。OK。我们把它分成两 part， 这个呢就是泰国餐那档 order 的，有盖的休息 home 我喜欢，还有这个 Tom Yum Fried Rice， 然后还有这个是 Tom Yum 糖，还有这边两包我没有拿上来的，就是泰式奶茶，然后另外一半呢就是我刚才 order 的那个，就是聋哑人士他们开的，他们的包装真的很用心耶，这个是那个 Deep Fried Chicken Chop， 很美啊，让我弄到好像整个 bento 的感觉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 sauce， tortilla wrap， 看起来很好吃哎，很多料，你看你看它真的是很多料，蘑菇汤， OK， 我们可以开始吃了，肚子饿了。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它到底好不好吃。今天的外卖晚餐呢，其实我非常满意，最重要的呢是可以出一份力支持一下本地的餐饮业，你知道这段期间大家都不容易，然后你们也可以看看你们附近有什么 local hero， 然后我们就多多支持一下马来西亚的 Grab Food 吧。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记得给个 like， 然后分享出去，然后也记得 follow 我的 IG、 Facebook 还有 YouTube 哦。我是可能，下次再见，拜拜。
拍完继续吃，这个辣。